今日能够同群众见面咧，系非常难得，我亦非常之高兴。啊，呢几张画咧，基本上咧就系70年代咧，啊，同啲同事咧，啊，游桂林咧，亲自游桂林咧嘅写生稿为嚟再创作嘅。啊，所以咧画起上嚟咧，就作品咧比较真实写实啲。啊，同時更加逼真啲，啊，能夠寫到佢嘅氣氛出嚟。咁啊，好多人咧寫桂林咧，寫煙雨，啊，煙雨蒙蒙啊，或者咩啊，就多啲。但係我咧就啊寫實嘅成分咧比較多啲。咁啊，其中咧亦有啲咁多雲霧飄蕩呀。咁咧，其他各方面咧就係呢度咧。寫漓江呢兩張都係寫漓江，啊，漓江入邊啊，啊啲山咧係非常之宏偉嘅，即係遊完桂林咧，即係唔使睇其他風景嘅，啊，即係咧好呢個漓江兩岸咧嗰個景色咧就係非常之優美嘅，即係好多人咧都去遊過啦，係嘛？其他各國的總統啊、雷親都去睇下漓江啊，係嘛？呢個又好似好難得嘅機會。咁啊，呢張畫嚟講咧，每一張畫嚟講咧，因為我係60歲以前咧畫嘅，咁咧即係講咧，嗰陣時咧嘅基礎咧就係打得比較扎實啲，就是、我咧除咗跟老師。寫個風格之後，另外咧就係主要咧雲泥寫清朝四張石溪嘅風格，即係好寫實嘅畫面嘅層次非常之豐富嘅，啊！即係國畫講嚟講去就係兩樣嘢，一個筆要運用得好，一個墨咧要運用得適當。咁啊，比如呢啲畫咧個墨色嚟講咧，你睇嘅就好簡單，其實咧。7-8層色喺入邊，7-8層水墨喺入邊，色彩咧亦都有好多層。咁咧，你知道國畫唔能夠一次咧，個色又畫得好深好融，有每一個色咧都有透明，啊睇落去清澈啲色彩啊。咁啊，國畫咧最難得嘅係氣韻。氣韻生動啦，其中5個條件，其中一個條件就氣韻生動。咁啊，氣咧就係好難攞嘅。如果你畫緊呢度一嚿嚿冇曬氣，咁咧佢即係咧啲氣都走唔出嚟。所以咧，嗰啲氣咧一路有走，咁咧佢幅畫咧先生動。呢邊又係啊，呢啲畫。係嘛？又好緊要。